張啦。最尾個樂章大家都可能會聽過，因為咧當你睇呢一個周星馳嗰套功夫嘅時候咧，應該你會聽到呢一個其中一首插曲。而第一個樂章大家可能會聽過，因為喺我睇應該係李克勤嗰首樂章用咗呢一個嘅開頭做前奏。咁啊，就係最經典嘅作品。俾掌聲，俾掌聲。
你想睇到呢度？呢啲冇鬼做嘅，可能呢啲叫咩？